30日，文章转发微博称：“哈哈，去问化妆师要。”回应近期网曝其新女友是剧组化妆师的传闻，而传闻中的女主角，也就是文章转发的这条微博主人，无奈发博称：“老同学，我什么时候变成化妆师了？那什么，我跑车呢？”非凡娱乐，实时报道。